咱家宝宝们，表哥的最爱来了啊！两位伴游。现在这个厚厚的薄片已经说顺口了，这个有点太宽了啊。哇，太过瘾了！就这样吃着，忍不住的那个哈喇子。哇，太棒了！今天来个82年的土公鸡蛋，公鸡土鸡蛋，咱家宝宝们这个牛排啊，弄了点小牛排，第一口也来一个蘸的蘸料，哇，太棒了！孩子喜欢吃这样的。这个油，只要你想吃，喜欢怎么吃就怎么吃。家人们，今天这个骆驼脑子，这个脑子简直是太棒了！哇，这个太棒了！看这个脑，哇，这味道太好了！太棒了！哇，太过瘾了！
家人们，咱们开始继续这个晶莹剔透的羊尾油，表哥最爱。厚厚的薄片，继续。太棒了。加上我们这个肉肠啊，哇，太棒了！把这个肉肠给煮烂了，煮烂了以后就不是那么太残忍了。家人们，阿潘提的回油肉拌面，味道太棒了。特别特别的劲道。